大家晚安，晚安，想不到吧？今天是这个，不是有人玩二打一，对，今天我们就是三个人，一打二，一打十二，我们三个人要不能说撑，就是我们三个人要陪伴所有的木曜的粉丝，我们是要回到最初的，回到最初的感动，太感动了，感动吗？我还不错。那喝杯茶吧。感动到想哭吗？回到最初，想想你最初有办法拿茶，这样跟我们干杯吗？不会，都是先喝可乐。嗯，因为已经老了，身体也没那么好了。我们都进化，每个人都喝热的、欸。我们回到最初的。我们每个人都分享自己为什么喝热的。来，那个杨先说。好，我是因为天气冷，加上我要养胃，所以我就现在蛮常喝热的热茶，而且我还是喝那种最温和，喝洋甘菊。嗯，那你有拒绝喝冰的吗？我现在真的比较少喝冰的、欸、这样实行大概多久了？其实应该冬天基本上都是哎、欸，哈，嗯，所以已经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了。啊，有觉得状况比较好吗？好像还是还好，有好一点点，就是胃的状况有比较好。那久不喝冰的，然后忽然间喝个冰的，会突然间觉得有点裂吗？不太舒服？我还是觉得蛮爽的，对，代表我应该还算身体还不错。啊、小妹妹咧、嗯、我好像好几年了齁，嗯，我看你都拿个保温杯，很早就开始了，为了唱歌嘛，对对，我觉得一方面讲好听是为了唱歌，讲难听，讲难听是因为我好像就是比较不太适合喝冰的。真的吗？为什么？就是去看医生，因为以前像你刚刚开播前有问我说头痛的问题，嗯，然后我是医生跟我说就是要避掉，他说我要避红酒跟避冰的，然后还有其实咖啡我也不太能喝，西医啊，西医，哇，就是血管特别小，所以我以前其实只要那个来之前都会头痛，然后还有、哦、还有，反正一没睡好就会头痛，但我虽然很少没睡好，嗯，可是会头痛的几率很高，我懂，非常非常高，就是血压一有变化你就会不舒服，对，那你打针抽血什么的，是不是就很困难？因为血管真的比较小。对啊，所以我每次被打针我都很害怕，因为他们都找不太到我的血管，因为我血管太细了。所以如果我喝那种刺激性很高的，像红茶，我其实也不行。他说最好的就是喝无咖啡因的绿茶，不要让那个血管去剧烈的紧缩这样。哎、欸，你比想象中的乖、欸，因为通常被讲了也不见得会照做，还是说因为你不做真的不舒服？我有一个没照做啊，咖啡我还是喝啊。哦，不喝咖啡不行。所以他喝咖啡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好像。工作前的仪式，而且是热的，所以我是不管夏天冬天我都喝热咖啡、嗯、有一次真的热到不行、大太阳我才想说我干嘛点热的，但是我觉得你还好，是他的喝的 size 都超小，对，他大概喝那个最小杯的。我之前认识温妮之前，我不知道星巴克有出这么小的 size， 下杯哦，没有，下杯太小了，就是但是有一个比下杯大一点点，你要跟他说我要最小杯，你要说最小杯，有一个很像小小柳橙汁，很像给小朋友拿的那个杯子，对，但是你要特别跟他说，因为不然他会拿小杯给你，你就要说妹妹我要那个最小杯，他说他就转过身说这个吗，我说对，哦，那价钱也是最小杯的价钱吗？价钱好像有再少一点点，嗯，一点点不多。 这样早晨一杯就能唤醒你了吗？早晨就会觉得就你懂那感觉吗？有一点心理作用吧，不一定真的有，可是心里会觉得哇哦的那种，我现在可以工作了呢，这样的感觉，仪式感，我们都有点仪式感。但我后来发现那个，我觉得全家的很好。哎、欸，今天是没有记录吗？对对对对，可以，就是我后来发现全家的小杯就很好喝了。嗯，了解。嗯，你会习惯喝咖啡吗？你好像还好。我们一起这样工作八年半、啊，你觉得我喝不喝咖啡？他喝可乐吧。他说我你觉得你猜猜看我喝不喝咖啡？你猜猜看。我是没看过你喝过、欸、那我怎么可能会喝？我想说，也许你就是在很伤心哎、欸，八年他猜我猜他喝中药啦，没有他都喝瑞，你喝中药吧？你是不是有喝中药？我最近喝很多中药，我中药喝到。就是习惯了吗？我现在出国行李箱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中药多到海关会拦我，然后拆我的箱子说这是什么，我就说我、哦、是汉方，他说哦真假的，我说这个味，然后这个是什么、嗯、什么，他们就一直笑，他会说要尝一下吗？你可以现场像台哥一样来泡给你喝，你说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是不用，还觉得说你用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瓶瓶罐罐放那么多粉要干嘛，问一下。可是你不会认真的觉得说其实中药喝酒你会习惯，然后反而会有点
我告诉你是真的，就是开始变好喝了。对，它真的会开始，你觉得没喝好像有点怪。我还回想起来说，那时候我们在跨年，然后台哥在那边叫我们发中药，然后那个说有多难喝就有多难喝，然后那个不是大家我们在演唱会开场前大家要刷掉一杯。对啊，那时候觉得好北兰，就没想到才过没多久，我现在每天都在刷，爱不释手，没有根本活不下去。哎，真是生病的，他奶奶的！哎，你们不会觉得很怪吗？今天第一个是直播前直播只有我们三个，第二个是怎么没东西吃？对，至于其他人为什么没来，我们等一下说，我先下集讲解。专门讲一个影片，对，薛老高，先讲一下吃的。今天吃的很特别，不是没有吃的，是要现场看不见，不是没有魔法，是你看不见在这。可能是一个圆圆，要用那个要哈利波特那个现形咒才看得到，因为最近哈利波特很红。不好意思打断你。现场制作给我们吃，而且听说竟然可以开框，来我们开框看。开框，少几个人的制作费都比较高、欸。对，原则上算的，如果你要这样讲，原则上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应该是在一个豪华渡轮上开场才对，因为大家都没来，省了不少钱。但我们追求一种平静的那种温馨，对，开了吗？不要大风，经不起大风大浪，会晕船。会，现在不行，你会晕船？弱哪一种？都晕吗？你说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对对对对，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以前哪一种晕船？看一下，哦，现煎广岛烧，哇，这个一定要现煎热乎乎的吃才好吃，哇塞。欸，讲，我觉得你开了一个不错的话题，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晕船的经验，就不见得是晕人嘛，也可以晕事情。我晕船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喜欢上不应该喜欢的人，还是对方没有在喜欢你，然后你不小心喜欢他这样？应该这我学生时期有欸，晕船就喜欢上那种，你觉得他不会喜欢你，可是你却喜欢他。对对对，然后也小朋友嘛，没办法控制，就对他很好这样，这样算晕船吗？应该算吧，是算单恋而已吧。单恋跟晕船差点哪里一样？我们来问一个那个旅拍界的哦，对，他是什么恋爱单元的？怎样你觉得比较像晕船？我觉得晕船是其实要有实际的互动在，比如说真的有一起下课或下班去走去玩，就是还是暧昧，可是就明知道这个不太可能会发生。那为什么不能叫单恋？两个有什么差别？单恋有时候就只是我一厢情愿，对方根本不想理你。晕船是说没有互动，没有互动，對對對對，互动就晕船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方有丢个，我会丢个东西出来，但是误会，但是那个人没有要，会不会也是自己单方面误会？有可能，有可能别人的浪。那如果假设有一种浪是对方丢出来之后，可是那个人却没接收到呢？这个就，可是他也觉得他晕船了，怎么办？啊、就是你懂吗？有些时候，对对对，就是他以为那是一个浪。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用一个我们工作非常容易发生的情况举例。先不讲你，我讲你突然害我有一个人的那个脸浮现，谁啊？不，我讲一般的情况，比如说，好，我问你来工作好了，因为他会很有礼貌，对工作人员都很有礼貌，这样啊，可能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这是虚构的，不是真的。然后可能就是问你，就说，哎，我真的头有点痛，你可以帮我去买一杯咖啡吗？然后说很抱歉，让你特地为我跑一趟这样。然后他就想说工作就去买这样。然后可能拿了之后你就很感动，然后就稍微有你握到他的手，然后说谢谢你，谢谢你，就只有你对我最好，感谢感谢。就和他其实没有别的想法，他只想说尽量展现他的礼貌。但那个人就听到说只有你对我最好，然后手上温温的啊，然后这样的行为持续三个礼拜之后，他就晕船，这样算晕船吗？我觉得你搞不好会晕的，就一次就走。这个就是晕船。那他是晕船，可是算单恋吗？就对方對、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也算。这样吗？很难定义。好像也算哈、嗯，但是其实没有那个意思。欸、还是晕船？晕船是自作多情的意思吗？还是晕船就是现代的用语，就是单恋在现代就可以讲成晕船？有可能，我换个说法，对，换个说法，比较现代一点的用語。那像你们都是属于学生时期就蛮漂亮的女生，你们也有晕船的经验吗？不见得晕人啊，晕东西也可以。如果是真的船，我是蛮常晕的，我一上船就晕了，我一定要吃晕船药。好烂！我跟台哥一样，我是有可能上船我就会这样倒在那里的。
哦，台哥真的是，嗯，但他的那个是他利用睡觉在回避自己的不舒服，我也是，他如果醒了会不舒服，嗯嗯嗯。我们有一次，你们俩应该不在，就是跟台哥还有 Key 的哥在船上，清景应该也不在，你是那个吗？是船，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经典的那个，是在一个游艇上，然后有一堆泳装美女。哦、你在吗？在。那是我们在干嘛？为什么要去游？为什么会有泳装美女这么荒谬？哦，然后哇，那个就是大家都很晕，可是我没事，我是看情况、嗯。然后像我开车就不会晕，可是我坐在别人后面，如果玩手机也是撑不了多久。嗯嗯。那坐小是坐小台的比较晕，还是坐大台的比较晕？我觉得就是游览车跟四人座、哦，这个很难定位，因为可能跟开的路也有关系，山路啊，还是司机急刹的那种也有关系。有关系，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真的很晕、嗯。然后去，比如去花莲走九弯十八拐，那个也真的，那个也真的蛮晕。哦，对，这个真的是。我们怎么真的在讨论病理上的晕？对啊，因为真的很认真的是我，像我上车就真的一定要睡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规避掉我会不舒服的一个原因。我有练就上车就睡觉的功能。其实我蛮羡，我很羡慕你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也很想要，就是在我想要睡觉的时候睡。我最近才开始意识到说，其实我有睡眠障碍，就是我没有办法在我觉得应该要睡觉的时候睡觉，我脑子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就会一直让身体时钟很乱，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就是到这个年纪就会希望说，以前就觉得想睡就睡，想起就起，陶渊明般的生活，我想怎样就怎样，自由这样。可现在就会觉得想要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睡眠时间，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可能会靠一些东西在辅助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因为我有一种洁癖症，就是我不想要上瘾在任何东西上、嗯、所以我不喝茶，不喝咖啡，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所有有瘾头的东西都跟我没关、嗯、然后我打电动我也可以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我是一个不想要任何，我连手表都不戴，因为我觉得被束缚住很烦这样的一个人、嗯嗯、而且我也不想被时间束缚住的，我现在想要追求在固定的时间睡觉，所以变得很痛苦、嗯、所以我也不想吃任何东西去辅助我，导致我最近就是变得现在只剩一条路了，就是运动。可是那种运动不想做的事你要开始做了耶。可是他以前可以运动的耶，他十十，你说十你不要，你讲了一副好像十多年前认识，我不认识，抱歉。他说他以前会拉腿，我以前是真的分享过他的那个，我以前真的很疯狂，那时候露营露到十一点多下班的晚上哦，我还去健走十公里，十公里哦，然后回家吃碗面睡觉那种。当你工作完还走十公里的时候，你吃不吃宵夜已经不会造成肥胖、嗯、你只会一直瘦、嗯、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其实一直在燃脂、嗯、如果你睡得着了、嗯、有很多人晚上运动是睡不着、嗯、可是 当时的我是睡得着、嗯、所以就、啊、不聊那个当年的事情了，没什么好聊的。还是我教你去运动，他没有动力耶。 这句话有很多吐槽的点，首先你不会教我、哦、不会啊，不会教我，我愿意啊，是你不愿意出来吧，你看吧，那观众一定很难想象我的心情，说天哪，央央揪你运动哎、欸，这种事情你还不去？这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他真的揪我，我也不想去；第二个是他根本就不会揪我，他只是节目效果做一做。没有没有，我真的揪你，你也不会来。跟央运动很不自在，为什么？工作感。跟我运动，这跟台哥，这跟台哥运动更紧张，哎，不就不太会有的组合。比如你不要说运动，你在讲舒适圈一点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两个忽然问我说什么，哎、欸，要不要去玩桌游什么？我说啊，可是我不太玩桌游，我就会开始躲这样。然后说看电影，我说、哦、还有谁？说没有，就一部片，然后我们就几个，我们三个看嘛这样，我会觉得超怪的。难怪他不跟我们去旅游，嗯，不是那次是有理由的，那次我没有不跟你们旅游，我觉得。跟你们旅游一定很开心，哎、欸，旅游好像可以，但是旅游只有三个人，你可以吗？没有一群人哦、喔嗯，就是没有带大家这样。我想不行，他感觉不行。没有，我想一下。我觉得他现在跟我们一起工作太久，然后他就觉得说跟我们一起就很像在工作，对，他就会避免那个状况。应该有这种。如果是跟你们两个人旅行，然后不是工作，哦，不是工作，嗯嗯嗯，你看，他不想啊。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他平常要照顾太多人了，六个。不是啊，我们平常就见面这么多，
时间，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旅游？要找出一个理要原因来，我们为什么还要私下去旅游？我觉得他已经就是把我们有点规划归类成台哥的存在了，因为他也不会想说他跟台哥已经相处太久。我跟台哥，我跟台哥超越，你们不要这样讲，我连台哥 IG 都没追。我们谁会追？谁会追自己爸爸 IG？ 然后精神上的连结，对。所以他，所以他，他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是不太知道。精神上的连结。哦哦，哇，送来了！哦，现做的。哇，其实广岛烧长得有点像章鱼小丸子，然后只是分开，它是被压扁。我跟你说，很多人觉得他们味道是一样的，因为调味的方式对啊，差不多。他刚那个位置觉得他哇，很赞呢，被压扁，好酷哦。来来来来来来，两位两位，我最疼爱的妹妹，先来吧。可以吃，可以开动了吗？开动了吗？当然可以。哇，它已经切好了耶，好贴心哦。那我们就自己来哦。豆总，他帮你吗？我先看你们两吃，然后再帮我。我你现在真的好乖，他现在什么都吃。哦，对不起哦，没事，没有，不用，对不起，是他的问题。对对对，他这个掉了，可以吗？这样可以，可以，可以。不过你弄得不错，这只有一份，不够吃吧？再煎八盘过来。八盘，嘿，哦，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认真觉得有这种高丽菜的啊，然后这种豆芽菜的，我个人很喜欢。它就有点像铁板烧，因为我喜欢。对不起，我不是很会形容，可是因为我会吃铁板烧。我会笑的理由是你还讲的真没错，因为这是用铁板做出来的。很像日式铁板烧。对，就是它的那个元素都是我喜欢的那种。哦，你是爱吃菜的。嗯，爱吃菜的，我可以吃一整盒豆芽菜。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吃广岛烧，先把菜挑出来吃，是真的是算蛮喜欢的，够喜欢，够喜欢才会这样做。哎呦。哎呦！哇，气泡气泡饮哦，飞选不得了。好，我下嘞哦。哎，这一份真的有点太少哎，你要不要先吃一点？好，你帮我夹一块。你平常心讲，这如果是你自己的一个夜晚工作完，你大概要这个一份是这样的话，大概可以吃几份？至少要两份哎，我现在已经比较克制了。哦，很克制哎。对啊，两份很普哎。对啊，已经不值得在节目上拿出来讲了。真的，我现在太少了。我现在很养胃养生。OK 了。欸，我回答一下刚刚的问题。如果是跟你们两个人私下去旅行的话，我觉得四天三夜没问题，而且我会很开心。超过一天不行，四天三夜不是五天四夜就会开始不知道玩什么了。我想问一下，四天三夜的定义在哪里？就是从哪里有这个灵感？就是我觉得四天三夜已经是一个蛮长的旅行了。然后我跟你们去玩，我可以很开心，然后带你们去做很多让你们开心的事，然后我会很快乐，我还可以维持在这个心情里面，这样这算感情很好了吧？但我可以分析一下吗？我可以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吗？你说，我觉得四天三夜等于两天一夜，因为前面的第一天跟第四天都在坐飞机。然后落地的时候就要隔天了，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只要跟我们相处两天一夜。我好，我这样的说法让你，他是我们耐受度就是两天一夜。等一下，我这样说法让我这样说法让你们没有，我点我的解读。先听我讲，我让你们没有安全感。我这样说好了，我扣掉交通时间可以跟你们旅行四天三夜。哦，我刚刚想说，好，那可以，就是有一点疑问，那会不会有这种地域上的限制？就譬如说天堂上的限制，在讲什么？天堂就是，譬如说，可能如果是去海岛，你跟我们这样相处，你就觉得哇，好腻哦，没什么东西可以玩，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我跟你讲，去海岛，对不对？我们也不会赚什么。哦，对哦，赞美哦。对啊，就没就这样，对啊。没有，没有，你们不行。虽然我们已经是这种家人般的感情，偶尔还是会想看。然后去海岛，你们不穿，那去个屁啊！那如果我们去海岛，我们穿，那你要脱啊？你说我穿泳裤这样？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交换，你不行。我为了你们啊！真的吗？那我们可以拍照吗？合照那样？不行。家人半个人，不是。你先咳，你先咳。虽然话题非常的劲爆，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广岛烧很好吃，
嗯，好吃。哦，嗯，而且它的菜超甜的。嗯，菜很够，很量很够，食材用的好。对。我们还有默契，这块先让你吃，怕你太饿。真的没有了吗？没有，有有有。那加入酱吧。好。嗯。真的要多煎几份哎、欸，很饿。哎、欸，如果真的是我们三个成员去旅行的话，去哪里比较好？日本对我们来说会不会太舒适圈了？嗯，因为我们会想要依赖你，你就会比较累。嗯。如果不顾虑我累，因为如果去旅行，然后你们很开心，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其实我精神会很好。嗯、我是这种人，我自己比较没有什么我一定要看到的地方，你们快乐我就比较快乐。像去那种很远的地方，你可以接受？冰岛那种？哇，冰岛、哦！嗯，他想说为什么要给我这么难忍？冰岛、哦，我有想法。你说，讲一下，我有想去的地方。你说啊，但我你可能会不喜欢。他连冰岛都说要超越冰岛也不是那么容易。埃及，埃及哦，嗯，哎、欸，我很想去埃及。真的吗？嗯，但跟我们去哦。埃及是我人生清单，对，它也是我的清单之一。嗯、我想去看金字塔。对对对对，有生之年想去。嗯，哇、哦，那还不错啊。埃及是我少数会想去的。真的吗？嗯，好哎、欸。埃及不错。可是埃及很危险。听说听说一定会被抢个一两次，对啊，有点危险，真的假的？就大家要背那个 PT 包背在前面，然后就已经背在前面了，还会在不自觉的时候被划一个洞的，嗯嗯，那就危险，只能放在更放在内裤里，放在鞋底，放在内裤里，然后想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然后鬼半天时候发现内裤整条，我什么时候没穿内裤的？上厕所都没发现内裤。类似这样，但是即便是这样，还是会有点想去。嗯，而像是我一个朋友，他在莫名其妙开始 po 一些埃及的风景照，说你干嘛？他就说他跟团去玩。嗯，他觉得怎么样？他说超级赞，真假的？然后拍一张给我看，就是晚上，然后他住的地方金字塔跟星空。哇，超美，好像假的，超赞。他是我人生梦想清单，一辈子要去。可是如果自己去会害怕的。哇。很危险的、啊，嗯、哦，就是会觉得感觉电影不是都演你醒来之后你肾脏就少一个，虽然就是这种关旧有的关系，但是会就是看电影认识。你程度光是第一点醒来护照不见就很困扰了，因为那边我是肾脏不见，那边要重弄一个护照回来，不知道哇临时办事处什么的，哇感觉超级麻烦的、欸嗯，嗯，是蛮恐怖的。反正如果真的要去的话，有什么建议的安全措施，跟那种很有经验的团呢、啊？对，哦，好像那种地方一定要行，不可能自由行的啦。而且听说自由行就是一定要请保镖，嗯，可是你请保镖有可能会被保镖勒索，也是蛮危险。之前那个 Tier 哥他们不是去玩很大、嗯，去非洲就要绕一圈。哦、哇，他那个很疯狂、欸。对啊，请保镖、哦，有些人会请保镖、啊。对，要请保镖。如果我们三个人请一个保镖，那个保镖要欺负你们两个，就变成我必须要跟他决斗，压力很大。我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保镖啊？真的。但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然后请一个保镖更危险，就是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强壮的男生。你们两个请个保镖，我不会让你们去。对啊，很可怕。对啊，那保镖对不对？乱来怎么办？我们两个就很危险，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不要说乱来，晚上把你们钱全部干走就哭了。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你吃吧。你先吃，你先吃。吃欸、我们等下一 round。嗯。我跟你们讲，这个超好吃的广岛烧是吃得到的。我先卖个关子，等下一份来的时候我们再讲。哎、嗯欸，这个真的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菜真的超级甜哎、欸，好好吃哦、嗯。好想吃。哦、好想吃哦。嗯嗯。那我先吃玉米笋。麻烦快一点。我再跟慢慢我再跟谁讲、嗯？炒菜的那个辣个男人。辣个男人。哇，去埃及真的很有梦。你们有看那个 Disney Plus 的《月光骑士》吗？哦，有，漫威的，他、嗯、是讲一个埃及英雄的故事，就在那边有取景，然后很多东西，是还蛮酷的。埃及真的不错，你想去冰岛？对啊，埃及跟冰岛都是人生清单。宝哥哥才去，对啊，哦，真的，嗯，啊，你有看他影片吗？有，里面很多梦幻景色，很超美的耶，就觉得人生一定要看过一次。哎呀，嗯，啊、我觉得埃及比较吸引我，冰岛为什么太冷吗？可是感觉你很适合很冷的地方哎。我发现我很喜欢一个东西，我很喜欢人，虽然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可是我说我喜欢人，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建筑物，我喜欢
歌曲，我喜欢影视作品，我喜欢人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喜欢科技，科技其实就是人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吗？所以我对我自己下一个定论是我很喜欢看别人做出来的东西，我很喜欢。那冰岛是神做出来的东西吗？它是自然景观。我不是不喜欢，就是它比人做的吸引我少一点点。所以我对自然景观还好，可是我对人做的东西超级有兴趣。我看到文物啊，或者看到什么，我都会很兴奋。那难怪，因为金字塔就是。对啊，金字塔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对啊，小时候就是一直看那个 Discovery， 然后就一直这样看。我知道了，只要带老就是老高跟他一起去埃及。哦、哇！我想讲故事给我听。哇、哦！这样可能要给老高1000万。他就说：“其实我有做讲解影片，你在上面看就好了。”告诉你，滑手机边滑戴耳机边滑，对，导览就行。哦，是真的不错。那如果木曜团队里面、去，就是我不算，你们要再选一个人，然后跟你们两个去旅行的话，会选谁？不要玛利亚，我跟玛利亚先剔除。男生是不是？团队也可以，不见得要目前。我选好了。你选好了？你说。我会选 Key 的歌。哎、欸，我选 Key 的歌哎、欸。那 Key 的歌感觉会带我们去一些平常就是我自己根本想不到可以去的地方。那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是 Key 的歌比较不可能跟你们两个单独去旅行，还是我？你。哎、欸。你有跟 Key 的歌去野人七号部落旅行？那不算旅行，那根本就是工作，好不好？但我觉得还是你。为什么？因为如果认真揪 Key 的歌的话，他会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认真揪你，你是连思考好像考虑有，但是最后会说，我觉得我先想想，这波先 pass。先暂停一下，就是温妮会一直想要问我说要不要去旅行，是因为他知道我不想去，他在才不是呢，他在逗我，就是知道说。欸不是吧？我们真的有认真问过你，我们还护照准备好了，都待机场。我就那一次要讲几年呢、啊？一辈子对啊！在做节目，你讲呀，写。不用讲真的，你们跟我去旅行，我对你们来讲很无聊啊，我没什么帮助、啊。不会，我们当时我认真的说，不是我们一直要讲那一次，因为那一次是真的觉得是去旅行，而且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接到要工作的指令，所以那时候觉得是纯旅行。真的，我们很期待，很兴奋。然后你还说来护照只要给我们，就把它丢给你。然后可是那一次还是有阿良他们陪你吧，还不错吧？没有，但是因为一开始揪的时候是想说，好不容易自己主揪。对。所以会觉得说你一定会出现，而且你就会分享说你去日本的话，你就带我们去吃什么，吃什么，对，就感觉会有那个期待感。我们那天是到机场的时候，人的护照跟机票都已经准备要登机，你才知道你今天不会来，我们很伤心，对，过。你知道只有很伤心的事才会记那么久吗？有多在意才会记那么久？不是我们要记很久，是因为在意跟伤心。滴滴讲，滴滴讲，滴滴念，滴滴念。归你啊！不归你啊！杀你啊！记你啊！滴滴讲，滴滴讲。只能再一次真的认真的，不是工作出去玩才能补回来了。讲真的，你们俩现在那么忙，应该没办法、啊。没有，我都借口理由。有心呐、啊。可是我们三个去玩，没有拍片很浪费，你知道吗？拍片要变工作，现在整个很尴尬，你知道？纯玩不拍又很浪费，拍了又没有玩到。讲那么多话，对不对？你就放下工作几天，五天嘛，太长了啦。而且那我们就去一个你哪都不能拍的地方，哪都不能拍的地方，国防部4天3夜之类，美国五角大厦内部各种经营，这样子没有那个罪恶感。说我不是因为不拍，是因为真的不能拍。台积电内部不能拍的。算了，讲那么多，他就是我不太想。对，他不就是知道我不想去，一直激我。我真的要去，我真的要去，他们就会说：“可是我不会，不可能。”那我们现在来就这个影片为证。对，你看他都避开我们。好，4天3夜哦，不含交通时间哦。含吗？你要含还是不含？不含呢、啊，当然不含呢、啊。等你兑现哦。对。就是当做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直播的一个 deal。我马上讲一个很容易实现的，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过一阵子也要去东京拍摄的计划，拍摄之前要敞刊，
敞开就是去看一看，然后就可以旅游了。嗯，我们把敞开结合工作，我们三个人先去敞开，然后先玩个四天三夜，然后弄完之后再带他们去玩个四天三夜一样的地方，一样的行程吗？这就是敞开呢。哦，敞开是玩吗？敞开是工作哎、欸。对啊，我跟你讲，我的工作就是玩。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叫做半夜2:40写工商的脚本，这就是我最爱玩的游戏。我的人生就是工作，我大年初二还在剪片，这就是我非常快乐的生活，非常快乐的人生。你的人生好哇，好怎样？好励志哦！我的人生好赞。对啊，好励志哦！引咎于在工作里哦，很棒，有前途。嗯，有前途哈。嗯，可以嫁。来哦，这个妹妹讲的好，讲到可以嫁，我来讲一个重点。这么好吃的广岛烧是哪来的呢？这广岛烧目前有推出猪五花、和牛五花口味。除此之外呢，这个做广岛烧的地方呢，还点得到咖喱饭里的咖喱乌龙面，非常好吃。现在在 Uber Eats 上搜寻“海梦乘以 M 包超人”就可以享用到哈、哦。海梦乘以 M 包超人这个这么屌的名字，是谁想的呢？我跟你们讲不得了。谁嘞？各位观众，隆重宣布。也许你们根本就不 care， 也许你们根本就没发现，没关系。海梦 and M 包超人是营运这么久，其实他幕后真正的大魔王就是 Eric。Eric 大大，这是 Eric 的厨房，但他自己做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Oh, 但是他研发的，对，这是他一手策划，一手研发，幕要跨足餐饮界的另外一个阶段。他现在在练习做这些东西，所以他试营运的时候故意用了一个不是木曜的名字、然后练习学习里面的那个各种的奥秘、然后练手感。M 海梦、海梦的 M 包超人 M 包超人、但是呢，他们即将在下周3月1号盛名为木曜家厨房、其中信义店会与知名饮料店 Soma 联名饮品。哇塞！原味茶欧蕾，敬请期待，好不好？欸、我超爱喝手马、欸，我知道。他们联名很赞嘞、欸，有啦，是可以同时、可是那个是实体店吗？到时候那个还是一样是线上店哦。所以你订这个字，你还可以订到跟手马联名的饮料。那我就想点嘞、可以问一题不是很专业的问题吗？请问，那个拉面也是吗？是，也可以在同一个集团里订到。是要加厨房，是，但他们现在的主打的品项是广岛烧，然后咖喱炒面跟咖喱饭、那咖喱饭跟咖喱炒面的那个酱汁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新高轩跟我们联合的，他协助开发、对，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强强联手、好，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你可以再给我一块吗？好，是老板真的他的燃烧青春、燃烧热血的作品、我个人的角度是基于我跟他这个8年多的情感，我非常支持他，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啊。味道呢，我觉得也还 OK， 但我不能跟你们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太浮夸了。因为毕竟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麦当劳，这我没办法说谎。所以呢，我很推，我很喜欢。那喜欢我们的粉丝可以去体验看看、是真的不错，是真的不错。我觉得这个菜真的很好吃，好吃的其中之一有麦当劳，还有泡面。麦当劳真的，真的泡面是越吃越好吃。对啊，怎么讲？但是呢，偶尔也会想要在家叫一些日系的食物，可以这样子在外送就吃到广岛烧，我觉得非常的 OK。因为你问我说，好想吃广岛烧，要去哪里吃广岛烧？我回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吃广岛烧。这倒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常随处可见的一个料理，没错。对啊，特别是餐厅吃，你要叫外送，我觉得比较少。这三个人两个其实也是不太够吃哈。但我觉得温应该一个话会蛮饱的。一整个蛮饱，因为它其实还有面啊菜。温一个应该会刮掉太多了。我觉得很饿的话，可能一个可以。很饿的话，就一天就吃那一餐这样。这些问2-3年前他应该不行了，现在应该。而且温温是真的是成长期哦，就是一般一个人如果突然间开始吃很多，他会变胖，他没有，他有时候还会变瘦，可是他真的吃变多，只能用青春期来解释。那我长高吗？没有，最可怜的就是没长高。
我自己也很难过，身上都没长高，至少没长胖啊。哦，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还是会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会想要长高一点。如果可以，对，可以。你理想的身高是几公分？163。这么细哦。对，我小时候很认真的写，就是不是都会写那个身高吗？以前那种写那种小卡，我都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写到163，可是就是15之后就再也没上去过。每学期开学都会提，就是测那个身高嘛，就155.5，155.5，有一度怀疑那个机器是坏掉的，有一定会有时候想说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都每一年一样？对啊，155跟163其实也就只差个8公分，你差很多哎、欸！我靠，女生的8公分哎、欸，矮子是一差1公分就差很多，那这样是几公分？170，我刚好差我5公分吧，170还有点过高，不会啊，170蛮刚好的吧？哦，你是喜欢？我是喜欢这个身高的，因为我有朋友是170公分的女生，她会觉得自己太高，所以她会不喜欢穿高跟鞋。我蛮喜欢，所以那时候我跟她蛮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像有分享过吧，就是我跟她出去的时候就被人家说七爷八爷这样。我们也是一个七爷八爷，就很高一个很矮，然后两个走在一起，反正她就是人生是不穿高跟鞋，如果。只要有高度的鞋子，他是不接受他在长高这件事情。所以170就跟央一样高嘛，对不对？嗯。然后就是央穿高跟鞋的感觉就是这样，就你常常转头是跟他肚脐讲话，然后哎、啊、你觉得嘞？有可能。然后他画一个肚皮舞，说哎、我觉得很好这样。不会不会，他们穿高跟鞋的时候，我通常也会穿高，所以我们会一起长高、啊。尽量维持那个。对。但是很难追、欸，他们真的很难追。的确啊，他的问题发生在身高之前，有太多，有太多，的确啦，对，蛮不管怎么样都是好。好了，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嗯，我们埋着梗这么久都没有观众说奇怪，怎么今天的椅子不太一样？嗯，我跟你讲，两位我最疼爱的妹妹身后的 Noble Chairs 是德国顶级电竞椅品牌，受富比士杂志评为每位玩家必备的座椅。各位啊，每位玩家，在座的观众，难道你们不是玩家吗？你们就是玩家。特殊 PU 皮革透气性良好，支撑性高，坐垫不易塌陷变形，长时间坐的都很舒服，很 OK。人体工学设计，座椅高度、倾斜度、松紧度、四 D 扶手都可以调，来，妹妹调一下给大家看。调完了，很刚好是滑鼠的地方，超级无敌舒服。对，然后坚固耐用。你看，你看，你看，哦，有舒服，舒服，舒服。可以上下、往前、往后都可以。你看，多棒！如果你要前前后后就下去一点，哇、想长高就长高，高要先起来。那你想155就155，想163就163，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大，往下可以吗？我不会，我果然不适合长高，我有长高的天分，还想 Q 示范呢、啊？对啊，我有长高的天分，哎、欸，我要这个视角，等我一下。啊、可是他说坐在上面，可以啊，孟泽，可以啊，可以。哦，还是我的脑袋最低了，我没有长高的天分。你先不要着急，我等一下请专业的技师过来帮你调高。可以的。好，那你调高之前，我把讯息讲完。那个观众应该跟我有一样的疑虑，说如果你是比较，你知道跟我一样比较大只，会不会担心？我跟你讲，它坚固耐用，最大承重120公斤。对不起，你们两个不要动了。你们两个呢？好。还可以，下巴，这边有感觉脸变小了，腮帮子按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产品设计优良，姐妹革命哈，跟产品设计无关，姐妹革命与他们两个人的命格有关，跟命盘有关，好吗？与椅子无关，各位。我跟你讲，还附赠头枕跟腰枕，不得了了。麦卡贝9折优惠码，只要输入木钥匙 MUYO4 就打9折。错过这个机会，你要等什么时候？我跟你讲，椅子设计没问题，真的哦，是姐妹，是姐妹太可爱、哦、不这样子做直播怎么好看呢？对不对？谢谢妹妹舍命的演出，拍谁拍谁，搏命搏肉，笑死。
结果还是没长高。我觉得好像，我记得是可以啊。刚刚梦泽调的蛮好的。嗯嗯。那个机器你去帮他看一下，他想要做高一点。嗯。以清清的专业。他是在右边调，可以。手把下面那一片。对啊。那我就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要先站起来？可以，为什么？什么意思？生活智障王，欢迎收看《生活智障王》。我们的手上对啊，我要往下吗？哎、欸，好像是你的问题，我要长高了。哎、欸，可是往下的话是矮往上，然后往上的话是往下，都一样往下，欸、都一样往下。我刚刚对哦，我刚刚都我以为往上就要往上，所以上不来。没事，我们解决了。谢谢孟警官。他刚想要升高，升不高，但就没什么长高的天分，可以了，不好意思。椅子设计没问题，对，是人的问题。姐妹脑袋设计有问题，也就我，也就我。OK 啊，我觉得很赞。好的，这个推荐给大家。No more chair。我现在坐在这边，跟大家聊了差不多50分钟嘛。讲实在话，真的是比平常轻松，比平常舒服。这椅子可以留下来吗？不会回收吧？不会。太好了。欸、可是很尴尬。那我们如果只有3张，对啊，所以之后只有哥哥们可以坐。不行，谁介绍的就谁坐，所以就是以后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会不会以后只有我们三个人直播？哥哥气到不来，对啊。哎、欸，我们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哥哥们都没来。嗯，今天乘风破浪的哥哥们都没来，台哥就拍片了。嗯，两个哥哥就拍片。台哥算哥哥们。台哥算。也算是啊，大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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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世再当哥哥。然后两个哥哥真的去拍片，也去拍片。然后呢，玛利亚呢，工作诸多繁忙，身体有一点微恙，休息中、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撑爆他，好不好 ？OK， 好了，今天呢是我们的那个周刊少年木曜的完结篇，完结篇了吗 ？The end。所以三条路线的 ending 都会在今天。哦要结束了、不再连转、欸、你刚刚是用你的专业跟念力直接杀掉了一个哈欠是吗？没有，我刚是惊讶，我是惊讶。再一次，三条线的结局都在将在今天呈现。我刚真的是很惊讶，我想说没有要再你念八字，你念八字。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周刊少年嘛，我们是连载的，大家都知道。欸、不是大家都知道，两个妹妹一定不知道，我来解释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有那种少年 Jump、宝岛少年、少年周刊，他会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各是一个作品，他会每周都连载我们三个人一集的故事。然后等到他连载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他就会把比如说这八集定成一本叫做单行本，然后就发售，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本一本的漫画。然后在做成漫画的时候，里面常常会有特别绘制的内容，或是更改的剧情一点点。或是重新作画，最明显的就是猎人。猎人在连载的时候是草图，可是变成单行本的时候就是完整版。好，好明显的差异。我们的周刊少年也有单行本，真的假的？要做成 DVD 哦。每一线就是连载后，我们画质已经这么高，我不知道还能提升什么地方了。我们变成单行本，对不对？每一条线都最少有半小时以上的未公开画面。假的很多哎、欸，多在哪里？看了就知道，可能剪不完的部分会在深度会员吗？没有，我会上片，我会上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要叫什么啊？我还是有点问号哎、欸，就叫周刊少年大版片啊，周刊少年京都片啊。哦，连载跟单行本哦，那为什么不拍新的就好了嘞？我们没有经费是不是？不是的啊，它合成一集，你看到、哦、你让我们每个礼拜连载是一个感觉，对。可是我也想看你单独整个行程的那个节奏，然后我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其中又会有至少30分钟以上的未公开片段，我可以更完整的了解说你跟台哥的这个相跟祖孙之旅，然后最后汇合，那整个心情是怎样？哎，这个做法非常棒。好像很新哎、欸，很棒！我第一次讲错话，非常棒，很棒哎，史上没听过，对不对？对啊，很新哎、欸，就已经没听过到我都跟，就是你刚刚突然讲，瞬间无法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好新哦，好新哦。那会不会拍新的？我们当然还是会拍新的，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周刊少年的旅程，好吗？周刊少年应该不只有局限于日本的，当然了，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对不对？
埃及。哇！哎，埃及如果是木曜亮去可以耶，没人拍过这个主题耶。对啊，去的时候有七台摄影机，回来的时候剩两台。大家睡觉这样子，GoPro全部不见。好了，那个要正节目了，好不好？那等下正节目见。对啊，54分了。好了，谢谢观众的收看，我们等下正节目见了。拜拜，拜拜。